系。好，接下来也是周传杰的歌，然后这首歌是就是我们做了，就是大家听到现在为止，其实虽然，大家到底有没有听过我们周传杰啊？有，就讲了半天，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。但反正就是对你们来说，如果是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是新歌的话，觉得喜欢的话，欢迎去按摩奖励赞啊。那我们有出新专辑啊，准备要出了，等一下也会唱新的歌。耶！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旧专辑也可以去买一下。不过最现在好像缺货，可能要等那个新专辑出的时候，旧专辑可能会一起出这样。然后，下一首歌叫做《怎么办》。那这首歌就是，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，我们现在要唱的这个版本跟专辑可以就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同。对，可以说是有一点点非常讨厌。对，有点讨厌。我形容这个版本为一首讨厌的歌。等一下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听起来会。但我们喜欢这样讨厌的感觉，就是 goodbye。来吧，怎么办？